好，谢谢大家。那么继续安排我愿。好，有安卓安排继续我念歌曲《我愿》，我来一人西瓜，祝福每一个好朋友，当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。谢谢。嘿，凤飞飞小姐的歌曲啊。这个世界太快乐改变，这个小世界，眼前只是绿色彩。祝福大家快乐。这个世界怎么改变？这个小起点，眼前就是绿色彩。眼里看到美丽的风景，像世外桃源。我也陶醉在这里面，在这里许下了一个心愿，幸福快乐直到永远。我们各自团队感谢杨干弟弟妹妹几位好朋友哈，阿拉女王底下在此准备来感谢台湾所有唱出大哥大叔的台爹，女王在此来感谢的咱杨干弟台爹、林国勇台爹、林新进台爹、林新雄台爹、郭雄台爹、郭志生台爹、郭信嘉台爹、郭志勇台爹、郭家杰台爹、苏德平台爹、苏凤珠台爹、苏武泰台爹、林雄武台爹、肖冰玲台爹、刘春勇台爹。康一秋在听，恩德良在听，林永全在听，林永杰在听，张庆忠在听，感谢着咱昆婷，咱的昆婷室内装修，咱的董事长，嘛感谢着咱萧清泉在听，郭宗平在听，王明辉在听，郭明修在听，郭海英在听，郭家辉在听，感谢林国旗在听，林彪文在听，郭英山在听，陈国林在听。祝大家平安大赚钱，祝大家谢谢小娜，拜拜，再见。